徐佳莹被曝怀孕，推掉工作只为专心养胎。徐佳莹被曝怀孕，图翻摄自脸书，20万01803.17。现年33岁的歌手徐佳莹与45岁的金曲 MV 导演比尔贾交往3年，感情甜蜜。如今传出徐佳莹已怀有身孕，对照之前曾在脸书 PO 出收到尿布的照片，事情似乎早有迹可循。据苹果日报报道，徐佳莹过去被问及何时要与比尔贾结婚时，未否认两人有结婚计划，仅说你们去问他了。现今爆出徐佳莹早怀有身孕，就连发行新专辑时也仅接受几家时尚杂志访问，婉拒平面媒体专访。更有传言指出，徐佳莹推掉活动邀约全是为了专心养胎。徐佳莹被问到会不会闪婚，将问题丢给男友比尔贾，你们去问他。资料照。对此，徐佳莹所属的亚神音乐表示，这都是子虚乌有的爆料，也说徐佳莹的工作排到年底，间接否认推掉活动是为了专心养胎。